OK， 我会这样带，原因是因为我懒得在那边挤了吧，那边挤来挤去。那个喵一之前已经玩过了，所以现在换不一样了，换肥婆出场。肥婆登场。哦，我之前没有存，我把肥婆分解光了。啊，把肥婆分解光了，你不会让人家丑？看到肥婆，我真是觉得啊，受不了，就分解了。他没有肥婆，我就只能靠那个挤状态啦，很讨厌。肥婆一定想不到他居然还有机会出场哈。应该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他有那么多机会出场。对啊，一直以为他是很烂的卡片，不过他真的还不是很好哈。勉勉强强。给 Gamma 蒙米。我记得最前在这种东西出来之前，他登场好像是那什么。号角手啊，有一次号角手还用到他而已，好像其他都不用到他了。那我们看看大圣跟双防龙的差距在哪里？到底差在哪里呢？哇，差好多，差好多！我差差，哇，天与地啊！大圣 ，I love you。我手抽大圣哦，他有耶。我手抽火防龙哦，火防龙，那、啊、你比较强，我输了。对啊，好，我打起三风抽到的嘛。这边的话，尽量把技能除出来要，除出来就比较安全了。好，那个光柱我故意不消哦，因为我怕它垂到右边又垂左边。火力召唤，这样攻击次数就差很多了。四下哈，所以一次是八千哦，各位记住八千哦。三回合，哎，我准备光柱好像跌到猪了，他奶奶的凶！反正只扣八，哎，你只扣六千而已，然后八千，因为一只火就拿到了。嗯嗯，一定要这样吗？打起一回合，好，切开你的光珠啊，各位。各位，这时候一定想要出手的，记得不要出手，因为你会哭啊！千万不要这回合出手，千万不要，千万不要哦！对，二四六，二四，等一下哦，我最多会有一二三四五只出手，所以是一万。所以跟各位报告一下，现在的出手状态是大圣，打几就好，千万不要开露娜，好不好？哦，打几就好，然后记得哦，不要消暗珠，不要消火珠，这什么怪规矩？对，这规矩就是很怪，不要消火，不要消暗哦。把它错开哈、哦，错开，错开。抽开，抽开！这个 Rock 的 Quirky 消的暗，非常好。
不要怀疑百姓有没有削错猪，百姓完全没削错哈，就是削这个猪没错了。没有过啊！当当当当当，火吧！哇，百姓没有削错哈，各位，削居功底，削居功底，来了。哎、欸，鸡 ，Goodbye。安，血量计算师，对啊，血量要算好。这是传说中的能力继承叫 ，Marking。没有，他的还原率可能很高啊。没错，刚刚是在抓羊，没错。嗯。啊？什么什么？谢谢、啊？这谢什么？看不太懂。安队成就基本上再怎么拍片可以过我跟各位报告，我看起来是运气成分太重了，因为我那一队已经很稳了，但是只要断心就再见了，所以我刚才打一拳乱能骗的啊，不会说很啊，就是只要一关出锤就再见了。我在上面其实有你的，我比较会有你的啊，我刚才打用诺达打是不是比较问题？反而你威力，你说威力还好，你诺达本身的威力就很高很高。没有，不能又太大，不能断回复，不能断攻击。刚才我是断回复、断攻击死掉啊，所以任何一个都不能断。还有阿威要去进去，阿威抓陈景就输。啊，低光线。阿威如果抓陈景就输。糟糕，我还是听不太懂。诺达阿二做到群体啊，就直接哭了。哦，对对对。这边的话，为了避免这个弄太久哦，我们直接，等一下，我先把光珠先滤出来哦。差点没指到，哦！不要杀死他！我在绿光书哎，不要搞我！好的，开，我看一下啊，开，就一波了。四combo一样还是可以带走的，各位不用太紧张。第五关，两秒转出，技能重置，附加消除。对，就整个人全部念一次就可以了，好吧？看到、啊、这个 CD 要重置了哈，所以就是要重来的意思就对了。那血多少？看，289啊，还好啦。这边我们就是把路西法先摸出来再说。哦，因为像我刚刚用那个太嚣张在打，那个队伍是很稳的队伍了，可是你只要断心断攻击出都还是 GG 啊，
所以我目前看不出来比基斯更稳的队伍。我更荒唐的女孩，如果还要解成就了，会有点难。他路西旁摸好，我看的时候已经 GG 了。魔力召唤，好，这时候跟各位报告哦，增加通关的速度，我们把光珠滤出来。记得补血啊。光珠，好吧，大概就这样吧，自己弄一下就好了。哦，有时候增加通关速度就是技能不要省哦。看到那个蝶珠哦，这种蝶珠跟各位报告一下哦，基本上是个意外，因为我刚没看到哈。哦，这时候就是有三个状态哦，所以炸下去是有三个一万五。嗯，我刚不是有三个状态吗？看错了，一个状态不是五万，我记错了吗？等一下，他现在到底还会不会无视减伤？我记得应该是不会了哈。我看到他那个盾，我有点被他骗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个盾看起来好像还是减伤的状态，包括跟各位报告了，那没有，他还是可以减伤，还是可以的。对，因为之前打过那个八风，应该就知道了。八，主打为了解成就吃两颗，对吧、啊？就是对啊，为了解成就，我看有时候还是吃一下好了。哎，这个龙科还好。如果有妖精队还蛮诱人的，跟各位讲。哇，妖精队，这样不错。下一关是三十盾手下进光暗，所以你这边基地要那个都要磨出来哦。技能没有磨出来，进下一关有点细啊。那你也太……我靠，骷髅头！我靠，魔队出现骷髅头了！哇，好神奇！他不会被我干掉？好像会啊！干嘛？因为路西法，路西法还没合体。你怎么听到干？这真的很干啊！哼，连这关都断心都很危险的，是怎样？好，这汤博睡了很多。哦，各位就是哦，稳稳的打哈，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的哈。啊，记得就是要。喝个阿碧啊，有没有？还是有没有提神一下？不然你现在看我转，你可能会不小心睡着啊。加路西法总共四个状态，路西法加上那个元一金那个状态不算哦。天地战场那个状态不算。天地战场
因为那个状态不是在，要在自己身上的，不能挂在怪物身上的啦。要你自己有的啦，你自己身上或是头上脚有的才算。断心，我严格的指引这关卡是不是有断心设计？有没有？有防。有防锁新装置，你知道吗？还要买宵夜吗？很想睡哦，不行啊！如果你要魔队，你就不能睡着了。加油啊，各位！对吧？如果要魔队，就不能睡了。我看一下下一关，三鼠盾首消进光暗。三鼠盾首消进光暗，6239，我看我可以撑几下。我有撑一下，我有撑一下，撑一下。好像小段门卡住了，让我拉，让我拉，让我拉，我拉不动我的小段门。哇，6239，哇，好像不听话。12478，所以我可以撑一下。一人撑一下，对，撑一下没问题。那我们就是个金，现在就可以尽量转了。所以进光暗，各位进光暗，所以把光暗全部消掉。光暗全部消掉，打屁呀、啊！要留光啊！哎，其实我觉得啊，五光加的太多就好，光不要留太多。然后暗住啊，暗住啊！啊啊！差点！哦。哦，外光珠，外光珠，外光珠啊！哇，天命老师哎、欸，好，你还是太一心好了。消了，入侵王国召唤不是战场。1234567，你开一心只有八颗光珠。开吧，撑一下还是砍啊？撑一下，撑一下。因为这波势必要一波带走，不然风险太大了。你弄到十二个光珠最好。各位百姓要不要一波带走？跟各位报告一下，这个怎么样去那个叠珠哦？你就一颗两颗哦，注意看我位置，一颗两颗。哎，这颗怎么浮起来？哎，刚触碰我修花派去。哎，这修花派派去。哎呦，哪里？哎，嗯，我要叠不带起来，怎么这样？我数值怪怪的，看怎么那么可怕？我跟各位讲，一颗两颗，哎、欸，我点不到我的珠子哎。好了，跟各位讲，一颗两，派克啊，点不起来，珠子点不起来，看到没有？我现在是连点模式哦，可是珠子有点像中风一样啊，跳不起来。看老师，好吧，我直接开机了，我看一下。哦，两颗了，直接示范就比较快了。一颗两颗，放三颗鼠珠。哦，一颗两颗，放三颗鼠珠，手交警官啊！糟糕！再见吧！打打打打打，就可能是过热吧。我一直按它不听话。好，两颗啦，两颗中间插三颗。哦，这样 OK 哦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刚才那个柱子就是不听我的话，那完全不受控了。柱子不受控制啊！
哦，这边就是正常打就好了哈、哦。基本上，那一万四的攻击，对我们来讲是抓痒了，好不好？哦，应该没问题啊，各位哈、哦。哇、哦，有没有龙了？左萤幕再重新刮开会好一点，对不对？好一胆，我的胆子很好，你知道？叠珠，下一关是入境燃烧也还 OK。我刚不开龙科的原因是因为鬼王血比较多，我想要留给鬼王，我想要让他一波舒服啊。玩他奶奶的，他那个 CD 又一直给你燃烧，最后一关不太能抹啊，只能抹一下下而已。好、哦，这边的话跟各位建议哦，可以一波送走、哦、，CD 短的先开哦。哦，基本上 CD 最长的是8哦 ，OK， 所以这个开了可以省很多时间是没问题的。哦，啊，这个血量是一波带走没有问题啊。哦，当然你这边要大力一点打也可以的，只是你要有把握能够把 CD 储回来。哦，我就轻轻摸他一下就好了。我怕天降，然后他一次把他送走。嗯，现在是断心是不是？我会不会死在这一关啊？那就好笑喽。如果继续在这一关，应该会好笑、哦。14341，为什么？这个血量比较多的，还是怎么样？还是你在讲别队？肥婆，我看好像有点瞄到有人讲肥婆的。肥婆有没有可以取代的？有啊，你知道有一只可以练技的那一只，知道哈？那一只那个什么肥婆的肥料了，好不好？肥婆的肥料。哎，迪士尼的、哦。有、啊、什么？你说是哪一只？肥婆的肥料啊，就是那个火龙牙起，好不好？火龙牙起。哦，火龙牙起啊。对，火龙牙起可以哈、哦。好像是没有东西。那你要挤四个状态的话，就四个状态要挤，你要抽，我看一下，大圣嘛，露娜嘛。大圣要单挑，然后肥婆那个要找一只别只顶，然后队友再找一只，就要我就很懒得这边用挤的了，所以我就直接用这一队。我记得我是大圣、艾德、月狼，还有我想想，宙斯。你用月狼是解放过的吧？对不对？对啊，解放过啦、啊，用解放过去挤的哈，因为他还是本土啊，旺旺也是有啊。哦，龙牙起有没有？对，这一讲大家都知道了有没有？啊，但注意一下，血量要记得够、哦，知道吗？然后牙起带得很舒服，有没有？进场很舒服，被他舒服的带走了，有没有？对，开心的。对，送抗力。这边我慢慢磨过去，哦，尾王要一波，哦，一波，哦，不是四波，哦，是一波，哦，啊，四波不认识哦，我们公会的成员，这样认识哦，认识，啊，林月就不用讲了，基本上常常出现，哦，他月里是 MOD 哦，所以应该也知道啊，哦，啊，还有谁要介绍的？我可以顺便一起介绍，反正现在大家在吃宵夜嘛，我知道。我在打公主
还在打什么？是跑回来啊？公主啊？这应该是回来了吗？这是法克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屌！屌！那我们公民名字就是跟百姓一样，都是在看谁比较屌的名字，有没有？刚刚那位是法克，法克是他的名字。要刷满吗？我看这个版谁又要刷满？有可能啊，用机师可以，用机师可以刷了。用机师刷。那我觉得还不赖啊，可是关卡太麻烦了，我懒得刷。对啊。啊，仙剑这次都不错啊，不会说太烂的，可是就是关卡太难了。嗯。这次基本上白金很少刷满，因为 我有四个账号哈。我刷满，我要都刷得快吐血了。对啊，等一下影片还要上传 给各位观众看，就是没有现在没办法看实况的观众，所以时间比较没办法，而且论坛刚弄起来而已，现在在公测，大家可以去试试看，也可以分享一些文章，然后有分享的话，到时候我们会抽奖哦。不过那个奖项我还没想好，所以我没有先讲。那我可以把我上次打魔夜队伍泼上去吗？可以啊，可是有人、有人会看吗？嘿，嘿，不要这样讲啊！你就讲上次打魔翼的那个魔翼都已经过了，你或许可以考虑今天的那个，有没有？对，反正今天我抢不到啦。今天你没办法的。没有抢到啊！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，没关系。那你对，可以啦，都可以啦。反正只要愿意分享，百姓都很喜欢，好不好？我可以再分享上上礼拜的魔翼，然后上礼拜的月狼。嗯，有分享哦，基本上。就有抽奖的资格哦，对。哎 ，G 八 Game 这边没有什么，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分享一些关卡啊、通关心得什么有没有？对吧？啊，不用担心你的文章好好的会无缘无故被删掉哈、哦，绝对不会，不会有人乱随从你的，好吧？我飞本人能够解放暗妹替代吗？就是两个解的是不一样的东西啊，应该怎么解释啊？他的毛没有，我刚才在想解放暗妹啊，因为我看那个，因为我他那个之前我在看那个技能，就说明就不太一样了。解放暗妹解啊？你解放暗妹只有解锁链而已啊？解锁链还要解晕眩啊？啊，晕眩可以解。我晕眩可以解，就是我懂的，控场技能那一种，波比那一种。哦，我听说过，嗯，我之前听说过什么无限那个嘛，晕眩嘛，对。对。哦，不知不觉聊着聊着，我们就将近就快要把它 KO 了。我操，漂亮是什么？台面上几个暗珠，各位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关卡设计的多好啊！差难好啊，差好了，看什么鬼啊？他人超好了、啊，不行吗？好，我跟各位报告好，我决定哦，这个滤出我们的光暗珠啊，光珠啊，不是光暗珠啊。自己滤出来，好吧？没见用力，按光珠我自己滤。哟，天雷阵那个开了去，开了去，结果最后不是拿来爆发，是拿来滤出，有没有？好，这就不用解释了，三三叠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反撸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？记得就记得，不记得就算了，没关系。又要到节目的尾声了，欧啦 K 哦哦，很简单吧，各位，按照火飞火，我当场哭给你看，真的，按照火飞火，我当场哭给你看，
没有看到平板辛苦哦，你要不要？我真正靠你看哈，应该很简单吧？哦，平平三到五哈，今天都没有超过水准哦。就算我要很嚣张，我也没办法嚣张哈。哦，所以你用大声嚣张一下。基本上我用那个稳定性的队伍在打了，我自己试了几场，我跟各位报告，这个真的要吃点运气哦，不是过不了啊，就是要吃石头啊。那与其这样试，如果你真的为成就吃个一颗两颗，应该还好。就给他吃吃看了，好不好？因为打那么多场，浪费那么多时间，你成就结果再来刷。